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鱼油的实验。首先，我们准备像凝固状的猪油，还有 Omega 3的鱼油一个。然后我们将鱼油剪破，滴在这个猪油上面。然后我们在这个猪油上面呢，跟鱼油做一个搅拌的动作。好，我们可以发现猪油就像我们人体日积月累在血管里面所阻塞的不好的油，那不好的油要由好的油帮它带掉。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 Omega 3的鱼油已经将我们不好的猪油从凝固状变成液体的状况。这样子，我们的不好的油就已经被好的鱼油代谢掉了，所以摄取好的油是非常重要的哦。以上是我们的鱼油实验。